18日上午，韩国演员申胜元从仁川机场出国，前往香港参加某品牌的开业展示活动。只见申胜元背着背包，一身黑衣，蓄起来的个性胡须散发出男性的独特魅力，修长的大长腿几乎把机场变成了时尚秀场。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韩国报道。